不会做菜的警察不是好歌手。今年谢霆锋的大厨身份比演员歌手身份更为人所知。2016年也是谢霆锋出道的第20周年。10月16日，动作犯罪悬疑巨制《惊天魄》在京举办首映礼，导演吴品如携主演谢霆锋、刘青云、邓萃雯、高伟光等悉数亮相，金像奖两大影帝再次同台合体，燃爆全场。难度反而不在一个身体的挑战上，是在一个角色的揣摩上。毕竟是可以说饰演一个半两个歌星的一个人，他永远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有自己的创作的。他不单纯的跟剧本导演说的那种，他还有自己想法，他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。一定要在拍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的演出是怎么。两大影帝再度同台，看的小编也是热血沸腾呀。这是他们自《消失的子弹》后时隔4年再度合作，在电影中双雄对决，荷尔蒙爆表。而在剧中饰演刘青云妻子的 TVB 视后邓萃雯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受。那这些床戏的激动得我呢，你们到去电影院看就知道。我觉得那个心情就是真的很亲密的关系。但是我还没满足我希望有下一集吧。不知道青云大哥听后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影迷们有福利了，《惊天魄》将面向全国开启国粤双语版本放映，这是中国内地影史上首次大规模粤语拍片计划。想要体验原汁原味的港片情怀，10月21日电影院见吧。